生小孩，对不对？轮到我了，是不是 ？OK， 有。我觉得一切都是缘分。我有陪 Selina 生产。哦，我以为今天我没有去生。你想，你以为我刚生完？没有啦，就是没有。可能你可能没有在看新闻。我就是真的去陪 Selina 生小孩，而且这一切真的就是那么刚好的缘分，时间上就是有遇到。然后我也是这样亲眼见证，觉得。啊，生命的奇迹！而且其实我在看 Selina 这样子努力的过程，真的非常感动。因为你有多了解她，你就会知道她的那份努力是多么的不容易。然后看着她的人生经历过这一切，真的觉得哇，生命就是个奇迹。Selina 真的有说到她想要做的那个优雅生产的那一部分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也会保持一个优雅的访问，不轻易暴走。谢谢。哎，人家说一孕傻三年嘛。他这种状况我能理解啊，毕竟我也是到第六年以后才开始清醒。妈妈包，我跟你讲，我那天还真的在家里翻了一些，就是我可不可以用？先让我想按，对不起，我优雅。我那天特地翻了家里，看看有什么东西未来他可以用得到，好比以前进广澡盆啊。我就看到了一个包包，那是曾经 Selina 亲手为我缝制的。那我就说，哎，老婆，这个包你要不要先拿去用？他说有，我那时候做了三个。我想，哟，记性还蛮好的，比我还好，因为我已经忘了他做几个。